能够让移民幼儿园
幼教事业能够持续经营。好了，我们提出的方案是完全具体可行，不管是在法律面还是在专业面，都是具体可行，而且可以解决当地的许多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然后，但是市政府到今天为止，对我们提出的方案完全没有任何回应，完全没有任何回应。所以我们要求台中市政府在一个月之内，在明年1月15号之内，召开跨局处的协调会议，跨局处的专案协调会议，由地震局、都发局进行跨局处的协商，然后要求市政府出面召开市府跟重化会还有黎明幼儿园三方的关于换地的协商谈判，以及办理黎明重化区的都市计划变更，这是我们主要的诉求。然后我们要求林佳龙市长在2个月以后，也就是明年的2月15号，那一天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明年的2月15号是除夕，明年的2月15号就是2个月之后，就是除夕夜，也就是我们要过年了。我们希望林佳龙市长在2月15号之前，针对黎明幼儿园保留的方案提出市政府的决策。我们希望市政府采纳民间专业界提出的保留方案，而且在2月15号之前公开的宣示他的黎明幼儿园的政策，这就是我们两个诉求。你好，我是黎明幼儿园保留行动的代表，我请代表我们的保留行动向市政府提出我们的陈情书，那希望市政府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召开跨局处的协调会议，而且邀请黎明幼儿园以及重化会和市政府进行三方的换地协商，并办理都市计划变更。那我现在把这个陈情书交给我们市府代表，那希望市府代表能够具体承诺我们将在一个月之内召开跨局处会议，以及希望在2月15号2个月之后由林佳龙市长出面公开宣布这个黎明幼儿园的符合公共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保留的方案。来，这是我们的陈情书，那是不是请我们的长官跟我们说几句话，说你是什么样的单位来跟我们我是市政府市府的副秘书长，李贤义。那今天各位的诉求和各位的陈请我现在接下来那我们请我们相关单位来研议一下。可以1月15号给我们一个回应吗？这个我会交给他们。1月15号以前一个会前会也配给我们。我会把这个会交给他们来处理。他们是谁？就是相关单位啊，就是相关单位是谁？相关单位地震局。当然是相关，当然是地震局。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回应？市府会研议以后尽快给大家答复。没有没有说尽快是什么时候啊？每一次都跟我说是尽快，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尽快是什么时候？我想一年都365天了嘞。我想相关单位他有自己的时间呐，麻烦你加油。教授嘛，我今天接了这陈书，就表示说市府他有这个诚意来会跟相关的里面的诉求，因为里面怎么样，我们还要了解一下结果会尽速来。尽快什么时候？我要跟副秘书长报告，我们这个保留方案早在今年的8月就已经公文送给地政局，副本也送给市府办公室、市长办公室以及相关的单位，包括我们的都发局，包括我们的水利局跟建设局，但是我们已经等了4个月，完全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回应。我们上次是在7月的时候跟市政府、跟理事长有这样子的面对面第一次协商，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半年都还没有后续。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年的1月15号之前再重申，希望一个月之内能够召开跨局处的协调会，然后在2月15号，在农历除夕夜之前，希望市政府、希望林市长能够公开做一个对于黎明幼儿园保留的一个决策、一个公开的宣示。而我们也知道你现在可能没办法承诺，但是你看到我们今天全国各地
生源黎明幼儿园保留的这些各地方的公民团体、各地方的市民，我们会继续监督市政府。会继续监督市政府。如果在一个月之后，1月15号没有召开专案协调会，2月15号没有一个明确的市长的一个政策的裁示，我们还会再来。